还有有奶味。太近了，太近了，后退一点，他这样反而看不到你了。你要适当的距离，像刚刚那个距离，正常的距离。你有没有要看我？哥哥在哪里？哥哥在哪里？不见了。他在找哥哥。哥哥呢？哥哥在哪里？哇，哥哥不见了。哥哥呢？努力找一下，找到了。听到了，嘴巴都嘟出来了，嘴巴都揪出来了。但是我没有听到啊。听到了？没有。碰到了？没有。东东吓到了？没有。揪到了？没有。好像唐老鸭的嘴巴，没有，扁扁的。没有，我是这样子。